嗨，大家好，我是 Danty。 这周我们继续来滑雪。今天的影片我尝试用比较多的第一人称视角来拍摄，希望我可以把我滑雪时候看到的风景给呈现出来，让大家有种可以跟着我一起滑的感觉。但我也不知道效果如何，请大家在影片的留言区再告诉我感想吧。 OK， 废话不多说，出发， Go Go。 羊皮山滑雪这个运动啊，之所以让人着迷，我觉得跟登山有点像，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自我挑战和冒险的精神。从零开始哦，到一步步征服这座山的初级雪道、中级雪道，最后到挑战高级雪道，那种一步步看着自己越来越强的感觉，就好像打 RPG 一样，真的是很有成就感。当滑遍了这座雪场所有的雪道之后，有的人呢就会继续待在雪道上磨练技术，有的人呢就会开始渐渐的往雪道外的地方发展，去享受穿梭树林的刺激感，或者是去追寻无人踏足的新鲜野雪。今天呢，我们就来带大家初探一下雪道外的区域吧。雪道外的区域，我认为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等级。最简单的就是雪道与雪道中间可以穿越通行的小树林了，像我现在在滑的这个地方就是啦。你都一直往下走是不是？这些连接区哦，基本上都还算是在雪场的管理区域内，不太需要担心迷失方向或雪崩了，很好拿来练习树林跟粉雪的滑行技巧，算是一个迈入道外滑行的入门路线。再进阶一点的话，以二世谷这个区域的雪场来说，就是从 Gate 出去的一片道外滑行区域了。那在这个区域，我们看一下地图哦，总共就会有1、2、3、4、5、6、7、8、9、10、11，总共有11个可以通往雪道外的通行出口。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 Gate 9，那我们就准备从 Gate 9出去带大家看一下道外的风景吧。Go！哇，看这超大包！呼呼 ，Let's go！ 呼呼，呼！OK， 我们出来了，我们回到雪道上咯。那最后我觉得最高级的雪道外滑行就是完完全全野生的 backcountry 了，像是前往羊蹄山爬上去滑下来之类的。那当你到达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可以说是完全野生，完全的跟自然融为一体，你可以赏到一等一的美景，但是相伴的是危险性当然也是最高的。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找专业的向导带领会比较安全一些。不管是哪一种道外滑行哦，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危险性，那只是高低而已。具体来说，危险的东西大概可以分成三种：树木、地形跟雪崩。其中我觉得最危险也最难预料的就是雪崩了。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区域的道外滑行规则哦。你 Seiko Rule 中的第一段就写到了，这个区域是日本国内发生雪崩死亡事故最多的地方之一。所以呢，目前还是道外滑行幼幼班的我，为了能够增加一些道外安全滑行的知识，以及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真正的去挑战羊蹄山的 backcountry 行程，前阵子哦，我就去报名了二世谷这边的Hokkaido Backcountry Club 举办的一个加拿大的 Avalanche Skill Training。ACT1 为期2天的这个雪崩训练课程，过程其实蛮有趣的，而且又很实用，所以就想在这边借由这个影片啊，介绍推广一下，给未来想要挑战道外滑行的人一个参考啦。
接下来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内容啊。第一天的话，它就是一个室内讲习，那主要会讲授雪崩的成因，发生了如何应对、救援等等。下午的话呢，我们就会到野外找一片雪深及腰的地方，讲师呢他会教导并实际操作雪崩三宝，就是 beacon、probe 跟 shovel。讲师会让你离一段距离转过身，然后把 beacon 埋在雪下。之后呢，你要运用你身上的 beacon 来搜寻讯号，再用探针和铲子把讲师的 beacon 给找出来。那第二天就全部都是室外课了，一早就是集合领装，并到真正的野外去体验。首先到了定点之后呢，讲师会先教导大家 backcountry 要用的 touring ski 跟 speedboard 如何使用。这天上午哦，主要就是让我们去适应这种特殊的 ski 和 snowboard 如何在雪地里面行走。那也同时会教导我们如何快速的使用铲子去挖出被雪崩埋住的人。发生雪崩之后，存活率最高的时间大概也只有10到15分钟，这个是黄金救援时间，包含了你从搜寻开始一直到把人挖出来为止哦。之后简单的在雪地吃一点东西补充热量之后，下午我们就会分成两组实际进行一次雪崩救援的演习。过程老实讲还蛮有临场感的，我们这组做完之后，大家一边嗑着巧克力一边看着另外一组做的时候，还真的蛮有一种看电影的感觉。这边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个时候拍摄的影片。演习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回到教室休息一下，那讲师跟我们都会给点 feedback， 最后呢我们就会拿到结训证书咯。我觉得这个课程其实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实际演习的过程真的是蛮让人印象深刻的，算是有了一次比较真实的一种救援经验啦。所以我在这边蛮推荐大家在挑战真正的 backcountry 之前，不妨去找个时间参加一下这个雪崩训练。除了学习保护自身安全的知识之外，也能够在真的发生意外的时候帮助他人哦。你要去冲他们刚刚那里吗？走啊！但我没走过哎、欸，我也没走过。那要不要一起去？走啊 ，Let's go。我觉得要前往雪道外的世界探索，首先哦，当然必须衡量你自己的滑行能力是不是有办法驾驭。如果不确定的话，你可以从最简单入门等级的雪场周边的小树林开始体验看看。那真正要踏出去道外之前，建议呢也要准备好相对应的道具，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雪崩三宝，具备相关的知识，并且哦一定一定要结伴同行。发生的事情呢，你们才能够互相照应。而且雪道外的雪与地形都是瞬息万变的，大家只要出去道外，一定要懂得小心观察和预判局势，才不会让自己或者是伙伴陷入危险的境地哦。那个下去会到哪里啊？走啊！教练都走了就走啊。欸、不是啊，这他们看起来像河谷哎、欸。对啊，这可以走吗？这看起来像河谷，有个坑呢、欸。对啊，操，这两个是人吗？感觉只能一直顺着这边过去看，会比较安全。这边下去感觉。对啊，有个洞哎、欸，看起来超可怕的、欸。哎、欸，不是啊，那个教练为什么不见了？对啊，我们可能下来太多了。
真的是停车场。哦耶，出来了。好啦，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啦。最后就跟大家报告一下最近影片的更新内容，这一两个礼拜的滑雪行程。